吃饭竟然吃豆腐菜。南瓜，昨天生的，猪肉干，还有这个独立包装玫瑰饭，折耳根，脑坛发酵。好香好香，摆在这儿。南瓜，耳朵饭，还有新满厨他们家的糯米笋。太香，新满厨他们家的糯米笋确实好吃。
今天我们又来吃十热道的粉条猪肉饼。它这个烹调干净，里面就是粉条、韭菜、鸡蛋。皮儿薄，馅儿多。这个就特别简单，姐妹们到家用油煎一煎就好了。平时我们懒得做，多一点吧点，早上起来不知道吃啥，来一个十热道的煎饼。这个就是独立包装，29.9发两包，一包是10个，这个就是投1块钱一个，外面你们随便点一个都要好几块。我们自个儿煎，位置方便。嗯，觉得有点烫，烫不烫？好吃。独立包装，一包10个，一个是2包。馅儿多，厉害，炒鸡。我这个没得好烫了的嘛，冒烟，也是在冒烟。嗯，我就不会做饼，你会不会？嗯。